Hello， 今天呢，我们是来看泰国芭提雅中天海滩旁边一个非常地标型的公寓，它呢是非常稀缺的无敌正海景两房，一起来看一下吧。我们先从它最吸引人的阳台开始看，这里呢是放了一个按摩浴缸，在这边泡澡实在是太舒服了。现在是下午的时间，阳光非常的好，那海面像镜子一样。楼下呢有两个泳池，都是公共配套，从大门出去直接到中天沙滩。这个位置呢是一个中天夜市，非常多的好吃的，很多老外都在这边。路两边呢很多酒吧、711便利店，住起来很方便。好，我们进到公寓里面看一看。公寓呢是72平的两房，一进来是一个客厅，空间还不错。这里呢是餐厅，还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所有的东西看到都是带的。它的卧室呢是在我们的左右两边，我们先看这一边的。它的这个卫生间是和客厅连接的，它有两扇门，这一扇出来呢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卧室，全部都是无敌的正海景。我们去对面的卧室看一看，哇，这个海景也太棒了吧！而且呢，这里还有一个小门，也是通到我们的阳台的。它呢也是带独立的卫生间的，起居非常的方便，而且呢这个装修还是蛮奢华的。好了，整套公寓我们都看完了，它的价格是333万人民币，非常稀缺的正海景两房公寓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评论区告诉我。